来了。给你带来三明治，怕你不好好吃饭，果然没有好好吃饭，还喝黑咖，你的胃不想要了。原来被人关心的感觉这么好啊，那以后能不能每天都来一次？想得美，加班费。什么啊？加班费啊。要不要连明天的一起不要？不要不要。先吃饭。我这手今天工作了一天都麻了，都抬不起来了。哎呀，顾总，来，顾总。今天怎么有空上来找我啊？西西，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，直接和我说就好了。西城，我想请你和我姐姐吃一顿饭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昨天说的事，我觉得你们之间有误会，但他毕竟是我的亲人，所以有什么话我们当面说，把误会解开。西城，我不是。可以啊。你同意了？嗯。只是吃个饭而已嘛，如果你觉得我和你表姐的关系比较紧张，让你为难了，我当然愿意配合你啊！我希望你在我身边，每天都开开心心的。西城，你过来一趟。顾总，去帮我查一个人，从他来顾家之前和来顾家之后的每一天。好的。哦，对了，关于上次贺氏集团的投资方案，暂时以审核的名义扣下来，没有我的签字，谁也不准动。
好的，顾总，我马上去办。放心吧，问题我都解决了，以后有什么事啊，也麻烦你们及时通知我。您放心，我会的。您对您母亲可真是孝顺。晚上6点，约了西城和你一起晚餐。苏妍希可以啊，这么快就搞定了。安安，你别着急，放轻松。这可是西西的大事儿，如果我们不能帮他找到阿姨，这事可就麻烦了。其实老大真的没那么好骗，我们这么做太冒险了。嗯，你到底做不做？哪那么多废话？嗯。哎，快点，他们约了在东边那家餐厅，我们现在就过去。啊，好。